电视剧《天坑鹰猎》是王俊凯第一次单独做男主角的作品。近日剧集在京提前看片，看到王俊凯为女主角文琪人工呼吸的镜头，在场女粉丝集体哀嚎。总导演程志超事后感恩进澄清，称王俊凯借位完成了拍摄，他更愿意看到王俊凯把初吻留给他喜爱的人。另外，现场播放片段能看到王俊凯有不少高难度戏份，主持人恐吓程志超如此虐待王俊凯可能会被粉丝声讨。他继续解释，其实这些倒吊泡在冰水里的画面都是王俊凯主动要求的，而且都亲自上，没有替身。更多精彩请下载中国蓝 TV。